大家好，我是爱鱼人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2.7 停云 SP 技能一夕曝光，同学组被提出流萤起飞，崩铁 SP 停云反转，春季破套命中转机伤害。就最新爆料的消息来看，击破配对阵容中提到了流萤、停云、灵杀、转梅搭配，其中同血组被踢了出去。之前的消息中就有提到 SP 停云是击破队专辅，这么来看的话，流萤超击破队在后续 2.7 还要起飞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关于 SP 停云的定位相关，整体来看并不是击破专辅，类似于软梅一样跟击破相性较好，并不限于击破体系战绩全队增益，更像是偏击破体系的通用辅，并且装备击破仪器，具体为铁骑套和结火套。仪器的主要属性为效果、命中速度、生命值、能量恢复效率。据悉 SP 停营是 3.0 通用辅助，现在定位是泛用辅助，类似软梅，战绩全队伤害增益，大招副驾状态，天赋推条加伤，但是命中下毒，有可能是将命中转化击破伤害，估计也是某个大型技的效果。如果替代同血组，肯定有超击破加成，不然流萤队走了同血组去做召唤，流萤不就废了。 SP 停营是偏科超击破体系，然后又兼顾了整个队伍的增益，可谓雨露均沾，当然是作为 2.0 大版本收割的最后的一个角色。